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战争。首先呢，整个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争里头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他试图杀死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鲁拉。目前看起来他应该已经成功的猎杀了真主党的领袖，虽然真主党尚未完全证实，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场战争将会使中东地区陷入难以想象的一个后果，不只是之前加萨空前的死亡和破坏，将会将整个地区陷入深渊，而且会是长长历史的一个深渊。同时，全面的战火将带来难以想象的结果。黎巴嫩战争导致外部势力，就是指的伊朗等等，进一步的一个升级。那我们刚刚谈到了，目前为止呢，我们还不知道伊朗的真正的反应是什么。目前美国的做法就是由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出来说，以色列攻击真主党的总部并没有提前告诉美国，而伊朗则警告以色列正在跨越德黑兰的红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什么事情都不做，但是做什么大家目前为止并不知道。而过去有相当多的叙利亚的难民，将近3万到10万人进入到了黎巴嫩，在过去72小时里头就有3万人就离开了黎巴嫩，他们没有任何栖息之地，好不容易逃到黎巴嫩，现在又逃回了叙利亚。而根据安全专家的分析，以色列的确是有能力对黎巴嫩发动短期的地面部队的入侵。纳达雅胡已经宣布地面部队随时进入黎巴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被称为现代战争史上最猛烈的空袭，从9月23号到现在，已造成超过7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最新一波空袭还瞄准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被视为是引爆区域战争的重大挑衅。纳斯鲁拉被评为是抵抗轴心的关键人物，真主党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具有地区影响力的军事力量。In southern Beirut today, multiple massive explosions. A source familiar tells the NewsHour the strikes targeted Hezbollah General Secretary Hassan Nasrallah, who has been its leader for over 3 decades. 以色列说，他们为保障北部撤离的居民可安全返家，锁定攻击真主党，且在事前警告黎巴嫩平民尽速躲避攻击。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就像是重演轰炸加萨的剧码。我们有权自卫，发动攻击，轰炸的都是正当的军事目标。My children and I were at home working and relying on God for support when the Israeli enemy hit us. They are just children. 在以色列引爆通讯设备攻击，紧接着密集轰炸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往北逃亡。联合国难民机构表示，已有数千人从黎巴嫩逃往叙利亚，扭转了长达10年的逃难方向。以往都是叙利亚难民逃往黎巴嫩。As the fighting intensifies, tens of thousands of Lebanese have fled their homes, with many crossing into neighboring Syria. But Israel vowed to continue its attacks.分析指出，以色列的目的不是威折真主党，而是瓦解真主党。以色列已在加萨证明，他们为削弱敌人的军力和民众支持度，不惜违反国际人道法，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以色列不会仅限于攻击军事目标或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宣告准备地面入侵黎巴嫩，一步步照搬攻击加萨的剧本。民众担心黎巴嫩恐也没有一处安全。以色列攻击任何地方，他们都可说因为有真主党。As we all know, Hezbollah placed the launcher of rockets in civilian properties, in houses, schools, hospitals. Once we know about the whereabouts of missiles and rockets, we target them. 以色列不断挑衅，升级攻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伊朗专家表示，以色列试图引诱真主党报复攻击，卷入伊朗和美国发动全面战争，这样以色列就能攻击真正想要消灭的敌人，也就是伊朗。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他无意和任何国家发生冲突，呼吁国际阻止以色列的暴行，避免战争扩大。باید فوراً خشونت را متوقف کند. هر چه زودتر آتش بس دائمی برقرار گردد و وحشیگری دیوانوار اسرائیل در لبنان
پیش از آن که منطقه و جهان را به آتش بکشد متوقف شود. 真主党估计拥有约数万枚各类炮弹，还有错综复杂的地道和灵活的指挥体系，都能有效应对以色列的攻击，为展现其军事力量。真主党9月25号朝特拉维夫发射飞弹，提醒以色列，尽管通讯系统遭破坏，尽管失去多名高阶指挥官，真主党依旧有能力攻击以色列的心脏地带。 真主党的空袭并未造成重大伤亡，显示以色列的激将法并无效用。真主党并不愿扩大战争，导致自身毁灭。 Warning sirens sounded in Israel's economic capital of Tel Aviv on Wednesday, sending residents to bomb shelters as a missile was intercepted by the country's air defense systems after it was detected crossing from Lebanon. The Iran-backed militant group Hezbollah in Lebanon said Wednesday that it fired a ballistic missile, targeting the headquarters of Israel's Mossad intelligence agency, in direct revenge for the walkie-talkie and pager attacks last week. 美国同样也再度演出努力推动停火，提议真主党与以色列短暂停火21天，避免冲突继续升级。白宫还表示，纳坦雅胡已同意暂时停火，但随后即遭以色列驳斥。 这样的场景在推动以哈停火时不也出现过？美国宣布以色列同意停火，一转身以色列立即否认，而且华府不和被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真主党直接谈判，交战双方一个否认同意停火，一个无法参与谈判，不正如以哈谈判停火仅是空洞的口号。 ואנחנו לא נפסיק עד שנשיג את כל יעדינו, ובראשם החזרת תושבי הצפון בבטחה לבתיהם. 纵使以色列因在加萨和黎巴嫩罔顾平民性命的战争行为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在联合国大会上饱受抨击，但纳坦雅胡坚决不会屈服国际施压，拒绝停火。华尔街日报指出，纳坦雅胡有恃无恐地最大原因是，拜登政府因担心影响选情，不愿惩罚以色列，反而还帮忙掩护以色列的罪行。美国独立新闻媒体 ProPublica 最新报道就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明知以色列蓄意阻挡人道援助进入加萨，却忽视报告已持续提供武器给以色列。 U.S. law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cut off weapons shipments to countries that prevent the delivery of U.S.-backed humanitarian aid. Reveal how the highest-ranking American diplomats have justified continuing to flood Israel with arms over the objections of their own experts. 以色列用炮弹、用杀戮逼迫敌人屈服，真的有用吗？被迫离家的以色列北部居民说：“战争无法解决问题，我们很久以前就对政府失去信心。”以色列在黎巴嫩、在加萨的战争行为，纵使削弱真主党和哈马斯，也只是一时。对以色列的仇恨和敌意，只会催生出更多反以团体，让以色列更不安全。